的开始。啊，对啊，开始啊！那年底啊，之前啊，昨天是，啊，很多很多一粒啊是，现在喷点那个消掉了。哦，是吧？你喷一次不了啊？吃不了，他还没喝水啊。哦，一次了啊？啊，还没有喝水啊，要喝水哦。啊，是。啊，你的。我这就是的。哦。啊。直接干皮了哦。啊。哦。直接干皮哦。喷多少次？总共是四次罢了。四次啊？啊，四次都干皮了，啊，他的问题，他的手是吧？你的手是吧？我手不会扎不完的，这样了。啊他了水就扎得完。啊，只是喝多少水啊？嗯，他讲的是啊，汽水的应该是一瓶吧。一瓶的，一瓶都见效了啊。见效了。哇，特别好哦。那你会不会去介绍人哦？介绍人。啊，这个水了，嗯。多少个小时啊？昨天应该是我们两点去嘛，啊，我们八点晚上八点回头嘛，这你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四个小时咯。三点半，我们的水才去浇啊。多久啊？多久？你的手以前多久啊？你的手多久啊？我手很久了哦。哦，你的手的问题很久了。有没有五年？超过五年了。现在喝一小瓶就搞定了啊，那个是快的，那种装汽水。哇，啊，大家看，你看我们的大盒子的水啊，这样厉害啊，四个多小时就可以改变他几年的手压不下去。然后他讲是很好睡觉哦，啊，很好睡啊，昨天四点就睡觉了啊，十点半就睡了，其实我没这样早睡的。哦，平时没有这样早睡了哦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了。OK， 谢谢你们啦。啊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。啊。